阴毒武功，常有耳闻，但是久已失传，谁也没有见过。今天算开眼界。无忌学的是九阳神功，而周芷若学的是九阴白骨爪，这一正一邪，一阴一阳，难道这是天注定？哎呀，教主念情出手软弱，恐怕要麻烦了。一个是情深似海的义父，一个是亏欠恩情的旧爱，也真难为他。周掌门，明枪认输了。还有谁